万物皆可盘，阿阳解谜团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阿阳。今天我们还是继续上次没有探索结束的解密地图，逃出肯德基。哎，这里就是内门了吧？想必这里面一定有美味的食。哦，不对，是有用的线索。哎，这是个石稿啊，可是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吗？上面好像还有特别备注，我瞧瞧写了什么。仅用于挖石头。啊，挖石头？我现在着急逃出去，你居然要我挖石头？我看你是I have 岩石 I have 煤炭石块，看来真相就只有一个了，得到石块就可以制作按钮了，这里的铁门就拦不住我了。也就是说这里真的没有食物啊。不过这个副老板还真的是奇怪的很呢，在自己办公室放这么多石头是想干嘛哟？哦，居然还有个铁矿，不过我记得是不是不能挖这个，我再确认一下。哎呦，还真的只能挖石头啊。哎，反正铁矿对我来说也不重要。铁锭，这个也是线索吗？难道这个也会有用吗？铁锭能有什么用啊？哎，先不管，等有需要了再来猜，反正我手上有稿子。咋回事啊？怎么就清除了我一个道具呢？我的稿子呢？反正我手上有稿子。哎，我的，别到时候真的需要铁锭啊！你还我稿子啊！哎呀，只能祈祷用不到铁锭了。可是，哎，不行，不能再乌鸦嘴了。先把按钮做出来，石头放着烧就好了。先去边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。厕所，我好像就是在这里被人打晕的。里面会不会有凶手犯罪的证据呢？这里写着请将水放入桶中，可是这个按钮好像没什么用啊，总不能用铁桶吧？我的个妈呀，难道铁锭是这样用的吗？